馬來西亞一位名為馬麗娜的女子，原本已經有輪及婚嫁的未婚夫，但因為未婚夫不幸發生意外去世，令到馬麗娜頓失所依。這個時候，未婚夫的哥哥沙榮表示，為了弟弟，他願意娶她為妻。馬麗娜表示，在透過祈求拜祈禱之後獲得同意，她才會接受沙榮的求婚，亦都感謝她願意婚後再慢慢培養感情。影片獲得超過350万人次觀看，網民都紛紛留言祝福兩位永遠幸福。